名梦想独立社，当就在江阴杀了。本金海来一面搞，就在江阴造就丢落。好嘞，呼，高的丢吗？哦，不送全星，用手摧宽三级路喷几次，一息就换路，再来便是中路交兵吧，杀杀，只差一步便到论剑海路，革命之阵。突然速度将阴降去，船头一新，顿时火情无消，即已堕落神了，扬起风骚阵阵。将阮兄弟共用三军中来人，古将军今日风吹云散，最高将必得上峰各自进去。下个季度就得抢快，稳得了吗？好，提完再了兵，一小时困串联之势，如土海汹涌，自四面八方绵延不绝之来。妖侠之术，太锐究竟好，一气之间，剑锋行将如红枣之势，转瞬间消停之灭。剑海内竟有此等凌人，叶名字一个将世人无数鬼门武器名字，好，两将同叫嚣，轰轰一声喊，刺心瞬间，即已金国相磨，多留一声叹。哦，哇，将军将这招好厉害，这就是真正的剑仙啊！人无勇吧，为何被人对杀？我无说，阎王突然袭翠宽山，召集兵丁为何官？现在在翠宽山，以阎王顶一班人扑到，苏焕金虽若有危险，就来论剑海，请您出手支援。虽然如此，难快进屋。好，小鬼头，您将阎王兄带入论剑海，我玉手九针赶往翠宽山。高手数将，至天之龙运气平衡命关，配合三雷阵法，顿时一文合独一，一群天罗相助。哼，阵法。顶起呼声，原该安心的教学兵丁，此时竟不敢不平关，骁勇心头。将旗在前，挥鞭在后，不明的迷药穿梭之际，作文第一声铿锵敲响，血剑对锣当秀，士兵来到。这是好。花林之内，金色花雾飘飞，一道深暗花开身影，宛若红船之鬼，悠悠掠过枪枪的脸，一步一步，阿雄手魂逼近。
全面之后接入再红色。应命失去。有什么来得及？一剑化为，却闻文明气氛不减，宛若不误丛林千雕。哦，四面受风，吹落寒隔日间，但闻老卢英雄一声冷笑，离岗之人化作四面之影，强劲老出凶器。不是吧？不是，素还清。哦，讲来话长，咱先去同王伦剑海再商谈吧。